这又紫又粉的小颜色总是让我想起那些年在城中村度过的时光。不行，受不了了，今天必须把灯换掉。根据原生大佬们的建议，选了两个带透镜的筒灯，据说这样会有波光粼粼的效果。因为背景板的存在厚度太大，所以这次只能选择龙门架跨装。架子的安装难度不大，主要是装灯要有一定的耐心，尽量达到高度一致并且水平。多出来的钢丝可以剪掉，但更建议盘起来，方便以后换钢还能用。灯的亮度可以调节，透镜配合水面的水流，我们来看看波光粼粼的效果。蓝色的海底，蓝色的风景，如果觉得这有点晃眼，可以降低出水口高度或者关闭造浪泵，让水面的波动小一点。我感觉现在这样刚刚好，不快不慢，尤其是天花板上面的光影特别有感觉，很适合晚上坐在鱼缸前一个人看鱼。那么请问你缸里的鱼呢？还没有漂到，哈哈。